重遇破镜啊，算了，见亦好，唔见亦好啦。总望有一日能够触发归林，受伤亲母，了此残生，于缘足矣。哎呀，点解有个道姑云喺破庙里边啊？大抵是故乡天寒，夫人无以聊生，流落到京师抄法、啊、真是可怜可悯。道姑，这里有定银
你拿去买碗饭吃下啦。嗱，仲要回避我呢？五娘，既然你唔愿意见我嘅，又何苦不为千里遥遥到来京师走动呢？翠露，假如唔系婆婆吩咐我千里寻夫，我就算饿死、冷死，我都唔敢嚟嘅。你估我唔知道，令夫婿为难系有亏负德，抛头露面乃系有损妇容。五娘，啊，我朝思暮想都系望你嚟，我希望你嚟到将爹娘嘅消息带俾我啊！唔通你除咗回避我？同埋回答我之外，连半句说话都冇得同我讲咩？啊，三载相逢，估不到相逢如梦咯。系嘅，蔡露，我应该好多嘢要同你讲，但系我又不知从何。是的，是呢，蔡露，我要同你讲的就是我来了京师之后，我从来都没有向人认过是你的租客之妻，从来都没有向人提过你的妻娘身世。因为婆婆临死的时候，我阿妈死了，她一路喊一路吩咐我，她说不良知，慈母爱子之心无微不至，百佳在莲芳亲事尚不回眸，我唔怪佢，佢叫到我呢次千里寻夫约见蔡露，你一不可说千般苦，二不可说丧相亲，三不可说困抛头。不可说贱乡韵，恐防他人闻之，有损你的尊严体面，担你报上南宫。蔡露，我都知道画上题诗是不啱的，你不要怪我，我死后都自当有婆婆
梦，痛定还是痛啊！三年一觉，家乡梦啊，寡人难去，扎前龙玉月琼楼，岁月共啊，引抛父母，丧贫穷，父死先谁足？无从你无使谁家念为用，你千里寻夫千里痛，试问谁赠盘串，助你有相逢。是白骨暴风忧，红颜添作浓啊妻Thank you.
念用故，咁我断发又为谁效命呢？你断发？你睇下啦。哎呀，翠龙，你到底为谁而断发呢？怎么变情？不忍背负妻言，宁甘断发，不愿再成龙。一借白马。断发为报妻情重。